新冠疫情影响了每个人的生活，如果您觉得难以应对，其实很多人也和您一样。如果您有心理健康方面的苦恼，我们建议您尽早寻求帮助，这是一种积极的做法。及早寻求帮助有助于您的心理健康，对您自己和您周围的人都有好处。您可以致电 HeadToHelp， 这是一项新的心理健康服务，这项服务是免费并且保密的。生活在维多利亚州的任何人，包括学生签证、过桥签证和临时签证持有者均可使用。该服务提供免费翻译，如果需要请致电 HeadToHelp 1800-595-212，或致电您的家庭医生。关注身心健康，积极寻求帮助。